胖胖虎，贝贝灯，啊，有小偷！胖胖虎警察来了，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这里遭小偷了，我的钱都不见了。我的金子和珍珠都不见了，我的书也不见了，我的食物也是，我的玩具也是，我所有的玩具都不见了。嗯，我想这肯定是小偷鲨鱼家族做的好事。小偷鲨鱼家族？是的，小偷鲨鱼家族昨晚从监狱逃走了。小偷鲨鱼家族成员是海洋中最坏的坏人，我们必须抓住他们，把他们关进监狱。小偷鲨鱼家族就是他们。嗯，他们看起来和我们的家族长得有点像，不是吗？怎么可能？颜色相似，但他们看起来很邪恶。你说的对，他们有这样的条纹，我们要记住这一点，才能找到他们。朋友们，和我一起去抓住小偷鲨鱼家族吧。坏小偷鲨鱼们，我不知道你们躲在哪里，但我要抓到你们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先找小偷鲨鱼妈妈。记住，它有粉红和黑色的条纹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小偷鲨鱼，抓住它！哦，碰碰虎，是我，鲨鱼妈妈。我也正在找小偷鲨鱼妈妈，我们再一起找找吧。那是真正的鲨鱼妈妈。我很抱歉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嗯，小偷鲨鱼妈妈在哪里？哦，她在这里。不准动，小偷鲨鱼妈妈。哦不，我被抓住了。请放我出去，我不会再犯了。我会把偷的钱都还回来，我不喜欢待在监狱里。朋友们，我听说小偷鲨鱼爸爸经常出现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仔细找找看。记住，它有蓝色和黑色的条纹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让我用望远镜来看看，他在这里吗？嗯，我只看到有条纹的鱼。嗯，那边呢？金鱼、章鱼和海豚，这里也没看到小偷鲨鱼爸爸。我想小偷鲨鱼爸爸不在这里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哦，你看到小偷鲨鱼爸爸了吗？哦，一定是骗人的，我没看到他。什么？你真的看到小偷鲨鱼爸爸了？在哪里？我找到你了，小偷鲨鱼爸爸！太棒了，朋友们！现在马上打开这扇门！待在监狱里真是受够了。好像有点可疑，肯定有一只小偷鲨鱼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。朋友们，你们也这么觉得对吧？让我们在这里找找小偷鲨鱼奶奶，
查有橘色和黑色的条纹，好吗？小头鲨鱼家族在哪？跳完尾巴，小头鲨鱼，小头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我找到你了，橘色和黑色的条纹。哦，我看起来像小偷吗？啊，哦不，对不起，老虎。再来一次。那边有一条尾巴在动，橘色和黑色的条纹，我确定那就是小偷鲨鱼奶奶。我找到你了，小偷鲨鱼奶奶！哎呀，你找到我啦！这次你运气不错，如果我躲得更好，你就永远找不到我了。我觉得小偷鲨鱼宝宝一定就躲在这里的某个地方，我们找找小偷鲨鱼宝宝吧。我们要找黄色和黑色的条纹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冰淇淋？不，我不想吃冰淇淋。啊哈！你想用冰淇淋引诱小偷鲨鱼宝宝？好的，好主意，朋友们。好吃的冰淇淋，我要全部吃掉咯。啊！冰淇淋，这个冰淇淋是我的，闪开！我抓到你了！啊！哦不！感谢你们，朋友们，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能抓到小偷鲨鱼宝宝。胖胖虎，胖胖虎，哦，胖胖虎，大海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漂浮着，快来看看。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觉得小偷鲨鱼爷爷躲在这里的某个地方，碰碰虎，朋友们，请仔细找找看。好的，我们会的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跳完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等等，有人在沙滩上乱丢垃圾。它飘到这里来了，你们不应该到处乱丢垃圾，我们把它们捡起来吧。我觉得小偷鲨鱼爷爷就在这里，让我们小心移动。数到三，我们一起抓住它。一、二、三。抓到你了，小偷鲨鱼爷爷被抓住了。哦，拜托，离我远一点。是因为我偷了一些东西吗？我偷的东西不多呀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快把这扇门打开。放我们出去。你们这些坏小偷鲨鱼家族，我会把你们关进更坚固的监狱，让你们再也逃不出去。谢谢你，碰碰虎警察。是的，谢谢你，碰碰虎，多亏你才能把东西都找回来。没问题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。啊？什么？小偷碰碰虎？抓住小偷碰碰虎！
嘿嘿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哈哈。海一说好来我家和我交换玩具的，怎么还没来呢？呼，呼，呼，呼！嗨，夏玉宝宝，看，这些都是全新的玩具。哇，我也有一些新的玩具，我们来交换吧。我还做了一个新的交换玩具台呢。太棒了，我们快开始吧。在海底和鲨鱼宝宝交换玩具。让我先来，我想交换这个，一个捏捏松鼠。哇哦，一捏小松鼠就跳出来了，这太可爱啦。那你喜欢这个吗？一个捏捏包子，来交换吧。只有一个捏捏包子吗？可是我的捏捏松鼠可是很稀有的，我觉得你应该再加点东西，加加加加加。好吧，那我再给你两个捏捏包子怎么样？这些都是新的哦。三个捏捏包子，好吧，我们来交换我的捏捏松鼠和你的捏捏包子吧。耶，这个捏捏松鼠太可爱了。冰冰冰，我也很喜欢这些捏捏包子哦。好啦，我要走啦，拜拜。海一，你想不想也和我交换一些玩具呢？当然，我先来吧。我想交换这一个，一个恐龙戳戳乐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它听起来也很有趣呢。biu biu biu biu， 哈哈哈，它是很可爱，但是我已经有这个啦，一个超大恐龙戳戳乐。它超级大哦。哇哦，这个好酷哦。我觉得你需要再加点东西哟，海一。我想要这个很久了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鲨鱼宝宝贩卖机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，它真的很可爱哦。哎呀呀，鲨鱼宝宝贩卖机，你把硬币放进去，然后按下按钮就可以买到饮料啦。喏，嗯哼，噔噔，我再加一个碰碰狐零钱盒和鲨鱼爸爸垃圾桶，你可以把硬币装在盒子里，还可以把垃圾丢在垃圾桶里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够吗？没问题，成交。嘿，海一。你好，鲨鱼爸爸。海一，你愿意和我交换这个玩具吗？先让我看看。这是我做给鲨鱼宝宝的玩具，鲨鱼宝宝非常喜欢它。这是鲨鱼宝宝刷牙玩具。哇哦，这怎么玩啊？啊啊啊！哦，哇哦，这个好好玩，和朋友们一起玩肯定很开心。你看我这个怎么样？哦，碰碰狐扮家家酒餐厅。它还有一个出餐口哦。哦，这个很酷，我们来交换吧。哦，等一等，我的玩具比你的大很多，你可以再加一些玩具吗？没问题。那这是我非常珍贵的玩具。
鲨鱼一家冰箱玩具，里面有好多美味的食物。哇，这个太棒了，我们交换吧。哦，吼吼吼吼吼！啊哈 ，Yeah！ 鲨鱼宝宝肯定会很喜欢，谢谢你，海一。我的荣幸。海一，海一，你要不要也和我交换玩具呀？好呀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吧，碰碰狐。好啊，看看吧。哒啦，碰碰狐和鲨鱼宝宝抓娃娃机。先把硬币放进去，然后按下按钮移动你的夹子。最后，当你移动到想要的位置时，鲨鱼妈妈，哒哒，鲨鱼妈妈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。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是个鲨鱼宝宝玩偶。哇哦，这和游乐场里的夹娃娃机一模一样。你想用它换我的碰碰狐小车吗？这个很可爱，但是我的比这个大太多了。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吗，海一？加加加加加。好吧，我再加一套鲨鱼一家小车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可是我的玩具会唱歌，还会闪灯光，再加一个吧。好吧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玩具。碰碰狐冰淇淋游戏，这个超级软 哦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哦，这看起来太好玩了，做冰淇淋听起来太棒了。没问题，我们来交换吧。嘿嘿嘿，我来做冰淇淋喽！耶！什么？我的冰淇淋去哪里啦？不好意思，碰碰狐，你做的冰淇淋太好吃了，拜！把我的冰淇淋还给我，海一！红鼻子的鲨鱼宝宝，来看看我的酷奇。我的更酷哦，拜托。北极的鲨鱼们聚在一起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今年我会再一次引领圣诞老人的雪橇。什么？但我是速度最快的，应该是由我来引领雪橇。不过凭借良好的视力，我可以看得远远的，所以应该由我来引领雪橇。但是如果我引领雪橇，看起来会更酷，因为我是最酷的。嘿，那我呢？我也想要拉雪橇。你拉雪橇？哦不，鲨鱼宝宝，你太小了，拉不动雪橇啦。而且看看你发亮的鼻子，太红了。如果大家看到你，一定都会笑你的。红鼻子，红鼻子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，闪闪发亮的鼻子，好亮啊！你的鼻子会发光，太亮了，大家都会笑你呀。为什么我的鼻子那么亮又红呢？可怜孤单鲨鱼宝宝，不能加入任何鲨鱼游。
圣诞老人的雪橇呢。圣诞节前夕终于到了，圣诞老人把所有的鲨鱼都召集起来。所以今年拉雪橇的鲨鱼是琪琪、小飞、呀呼、酷酷还有敏敏、雷欧、千里。我们需要赶在今天晚上把所有的礼物送出去，来吧，出发吧，吼吼吼吼，快点，再飞高一点，吼吼吼吼。雪橇在海洋中滑行，突然之间出现了浓雾，小心鲸鱼，停下来，呼，差一点就撞到了，小心、情况不太好，雾太浓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等等，那边在发亮的是什么？哦，是鲨鱼宝宝的红鼻子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么让我们去找鲨鱼宝宝吧。哇！鲨鱼宝宝，你的鼻子如此明亮，你愿意引领我的雪橇吗？是的，当然，我很乐意。鲨鱼宝宝引领着雪橇，看起来非常开心和兴奋。哦，有一只鲸鱼，大家向左转。雷欧，小心、哦，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你真了不起！为鲨鱼宝宝欢呼，为鲨鱼宝宝发光的红鼻子欢呼。红鼻子，红鼻子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，闪闪发亮的鼻子，好亮啊！大家都爱鲨鱼宝宝，你是最棒的鲨鱼宝宝，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非常高兴，他的鼻子比从前更亮了。欢呼，为鲨鱼宝宝欢呼！鲨鱼宝宝拯救了圣诞节，圣诞老人也顺利地将所有的礼物送给了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。嗨，朋友们，早安。早安，鲨鱼宝宝。朋友们，我有一个烦恼，你们可以帮帮我吗？哦，鲨鱼宝宝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，我们一起去帮助鲨鱼宝宝吧。鲨鱼一家看起来不是很开心呢，发生什么事了呢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们之中谁身上的颜色最好看呢？那当然是粉红色了。看吧，你们肯定也这么觉得。哦，大海变成了粉红色。看，粉红色的大海比之前更漂亮了。粉红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粉红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粉红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粉红大海。怎么可能？蓝色才是最漂亮的。大海一直都是蓝色的，所以蓝色的大海才是最好看的。这次变成了蓝色的大海，蓝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蓝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蓝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蓝色大海。不不，橘色的大海才是最美丽的，让你们看看橘色有多么漂亮吧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大海变成了橘色。
橘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橘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橘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橘色大海。无论你们怎么说，绿色才是最棒的。我想你们都搞错了，没有比绿色更好看的颜色了。大海变成了绿色的，就像鲨鱼爷爷的颜色呢。绿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绿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绿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绿色大海。等一下，粉红色才是最美丽的，蓝色才是最完美的颜色。不，橘色才是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决定哪个才是最棒的颜色吧。哦不，鲨鱼一家好像快要吵起来了。哦，大海正在变成各种颜色呢，海星、章鱼他们也变了颜色。大海渐渐变成一种奇怪的颜色了。哦不，有一条小鱼在哭呢。小鱼，你怎么了？哦，你想变回你原本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紫色小鱼。我们只考虑了自己喜欢的颜色，但是紫色才是最适合你的颜色。哇哦，鲨鱼一家正在打扫大海。大海现在的样子才是最美丽的，就像鲨鱼一家一样五彩缤纷。鲨鱼一家嘟噜噜嘟噜，鲨鱼一家嘟噜噜嘟噜，鲨鱼一家嘟噜噜嘟噜，鲨鱼一家。果然聚在一起游泳的鲨鱼一家看起来才是最棒的。你们都和好了，对吧？谢谢你们再次把大海打扫得这么干净，朋友们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哈，昨晚睡得真好。嗨，朋友们，昨天是万圣节，所以我和我的家族拿到了很多糖果。看，我得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巧克力。这些我要留着等一下吃，这个我今天要吃。哦天哪！你们吓到我了，万圣节已经过去了，请停下吧。妈妈，爸爸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僵尸病毒正在大海里蔓延呢，我这里有四颗解药，先送给你，我会尽快给你更多的，你要保重。好的，谢谢碰碰虎。哎呀，这是碰碰虎送来的解药，我需要给我的家人吃这个，让他们恢复正常。朋友们，你们能帮助我吗？我太害怕了，妈妈最喜欢的房间是卧室，所以我要在这里找找她。鲨鱼妈妈。
是粉红色的尾巴，那是妈妈吗？不要碰我！连美人鱼也变成了僵尸，让我们再找找妈妈吧。哦，这里也有一条粉红色的尾巴，妈妈。妈妈，星星呢？来，快吃解药。鲨鱼宝宝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全家因为僵尸病毒而变成了僵尸，还好你吃了解药，恢复正常了。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我们去救出其他家人吧。鲨鱼宝宝，我要去确认一下洗手间。如果你找到其他家人，就呼喊我好吗？好的，妈妈。现在爸爸在哪里呢？爸爸。朋友们，我觉得鲨鱼爸爸就在这附近，让我们一起找找他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呀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。你在这里吗？好啊，我好啊。吃这个。吓到我了。但是爸爸在哪里呢？我找到他了。你是鲨鱼爸爸吗？不行，鲨鱼宝宝退后。鲨鱼宝宝丢解药。亲爱的，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？我做了一个梦吗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们全家都被僵尸病毒感染了，鲨鱼宝宝用解药救了我们。太感谢你了，鲨鱼宝宝。这都要感谢碰碰狐给我的解药，但我需要帮助其他海洋动物朋友恢复正常。什么？我觉得有人跑出去了。我觉得是鲨鱼奶奶和爷爷，快，我们跟着他们。奶奶，爷爷。他们去哪了呢？奶奶。奶奶躲在南瓜后面，朋友们，请帮助我们。如果你看到鲨鱼奶奶，告诉我们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橘色尾巴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奶奶，你在这里吗？我觉得他不在这里。那这里呢？不在这里，他会在哪里呢？鲨鱼宝宝，丢解药。我的头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们全家被僵尸病毒感染了，而鲨鱼宝宝救了我们。亲爱的，谢谢你。但是鲨鱼爷爷在哪里呀？那是爷爷的声音。我们去检查一下，你们先待在这里。不，我要找到鲨鱼爷爷。鲨鱼宝宝，跟我一起来。好的，奶奶。鲨鱼宝宝，让我们找到鲨鱼爷爷，让他恢复正常吧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找找看。鲨鱼爷爷在哪里呀？绿色尾巴，鲨鱼爷爷。鲨鱼爷爷，你在这里吗？
你是谁？竟敢敲我的门？哦，那个坏蛋毒钩手船长还是那么坏。哦，我觉得那是爷爷。哦，在哪里？在这里吗？鲨鱼爷爷，请醒醒啊！鲨鱼宝宝，给我解药。好的。啊，哦不，我丢得太远了。鲨鱼宝宝，妈妈、爸爸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弄丢了解药。啊，哦不，我们应该先安抚一下鲨鱼爷爷。醒醒吧，爷爷，是我们，你的鲨鱼家族。我的爷爷，我该怎么办？哦，对了，没错。咦，鲨鱼爷爷，请吃下这个。爷爷，鲨鱼爷爷，你怎么认不出我们了？对不起，大家都没事吗？是的，我们都没事了。还有一件事，碰碰狐找到了很多解药。是的，我迅速找到了一些解药，来帮助海洋中的朋友们。非常感谢你，碰碰狐。我们去帮助所有的海洋动物朋友吧。好的，我们快去吧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数到三，然后丢出解药吧。一、二、三。大家都恢复正常了，真高兴大家都平安回来了。你们都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们回家休息并吃些美味的东西吧。好主意。朋友们，你们今天这么努力帮助我，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吧。宝宝、鲨鱼妈妈和鲨鱼爸爸都在这里。鲨鱼宝宝，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呢？那里有很多很棒的工作。鲨鱼宝宝未来会想要做什么工作呢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有几个神秘的箱子出现在鲨鱼宝宝的面前，我们来打开看看是什么吧。哇哦，鲨鱼宝宝变身成医生了，鲨鱼宝宝现在是医生了哦。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。哦，我看到那边有个病人，快，我们去帮帮他吧。你还好吗，乌龟？别担心，鲨鱼宝宝会把你医好的。太棒了，鲨鱼宝宝，乌龟说谢谢你哦。接下来会是什么工作呢？哇哦，鲨鱼宝宝变身成警察了，让我们去帮助我们的朋友吧。警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
察鲨鱼，嘟噜噜嘟噜，警察鲨鱼，嘟噜噜嘟噜，警察鲨鱼。哦，我在那边看到一只调皮的海盗章鱼。海盗章鱼，不准动！你被逮捕了。哇哦，鲨鱼宝宝救了这些朋友呢，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医生和警察都很适合你耶。哦，这是什么呢？哇哦，是芭蕾舞者鲨鱼，鲨鱼宝宝好漂亮哦。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。哦，鲨鱼宝宝跑到哪里去了？哇哦，鲨鱼宝宝，你是大海里最华丽、最优雅的鲨鱼。我想知道最后一个盒子里会有什么呢？啊哈，最后一个是勇敢的消防员。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。朋友们遇到危险了，鲨鱼宝宝扑灭了大火，你一定很害怕，但你是如此勇敢的鲨鱼宝宝。医生鲨鱼、警察鲨鱼、芭蕾舞者鲨鱼、消防员鲨鱼，每种职业都非常优秀。那么你最喜欢哪份工作呢？无论是什么，你一定都会做得很好。没错，鲨鱼宝宝做什么都会很棒的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碰碰虎今天要和鲨鱼家族一起去游泳，跟着碰碰虎一起游入海里吧。小朋友们帮帮我。哦，是鲨鱼奶奶和鲨鱼爷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晚上一些坏海盗猴带着鲨鱼妈妈、鲨鱼爸爸和鲨鱼宝宝进入丛林里了。如果不赶快去救他们，鲨鱼家族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啊。请救救我们的鲨鱼家族。哦不，碰碰虎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去丛林寻找鲨鱼家族吧。我们先来找找鲨鱼妈妈吧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粉红尾巴，鲨鱼妈妈，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哦，有一条粉红色的尾巴在摇动，是谁呢？我正在钓鱼呢，但因为你的关系，鱼都跑掉了。碰碰虎，是红鹤呢，不好意思。这是鲨鱼妈妈吗？你好，碰碰虎，这是我的耳朵呢，是粉红大象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啊哈，我找到鲨鱼妈妈了。是的，是我呢，鲨鱼妈妈，谢谢你找到我。我想鲨鱼爸爸也在附近，能帮我找找鲨鱼爸爸吗？当然没问题，一起找找鲨鱼爸爸吧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
鲨鱼爸爸应该就在这附近呢。小朋友们，我看到两条蓝色的尾巴了，哪一只才是鲨鱼爸爸呢？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叫叫鲨鱼爸爸吧。鲨鱼爸爸，你在这里吗？答对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能帮我让我从这棵树上下去吗？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鲨鱼爸爸从树上下来呢？我来帮你。嘿嘿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鲨鱼妈妈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爸爸嘟嘟嘟嘟嘟，在这里嘟嘟嘟嘟嘟找到了。哇哦！我们现在来找找鲨鱼宝宝吧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黄色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哦，这是谁？我是猎豹，让你看看我有多快。哇，好厉害哦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哦，找到鲨鱼宝宝了。哈哈，终于抓到碰碰狐啦，太棒啦。呜呼哈哈，我今晚要和我的朋友们举办盛大的派对。哦不，有没有谁可以帮帮我们呢？哦，那边有一条闪烁的尾巴，碰碰狐，试着拉拉那条尾巴。哦，你又在做坏事，海盗猴。哈，是丛林之王，狮子。哦，好险，狮子先生，非常感谢你。也非常感谢各位小朋友们。不用客气，我代替猴子们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会责骂猴子，以后他就不会再这样做了。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，在这里嘟噜噜嘟噜找到了。哇！鲨鱼妈妈、鲨鱼爸爸和鲨鱼宝宝，大家都回到大海了。小朋友们好棒哦！碰碰狐，小朋友们，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能够回到大海。谢谢碰碰狐，谢谢小朋友们。好棒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游泳吧。耶！哇！哇！我做好了，我做了一座沙堡。我真的好饿，我应该要回家了。我回来了，玩得开心吗？是的，我盖了一座沙堡，还挖了一个洞。哇，这是我最爱的小鱼饼干，让我来吃吃看。鲨鱼宝宝，在吃东西之前要先洗手。你的手上都是细菌。但我不想，我想吃饼干，一个就好，可以吗？来吧，带你去洗手。不，我不想洗手。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我确定我看到你进来这里了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黄色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这是鲨鱼宝宝吗？哦，是牙膏。鲨鱼宝宝躲在这里吗？
哦，这是一个在吹风的吹风机。鲨鱼宝宝去哪里了？啊，我找到你了，鲨鱼宝宝。我不想洗手。鲨鱼宝宝，如果你不洗手，坏细菌会进入你的身体，让你生病的。让我们一起唱歌，洗手的同时好好玩耍吧。洗洗手，嘟嘟嘟嘟嘟，用肥皂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手。哇哦！妈妈，这很好玩，现在我的手很干净了。看，当你的手干净的时候，感觉很舒服吧？哦，鲨鱼宝宝，我觉得你也需要洗脸了。洗脸？不要，我不想洗脸。哦哦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你可以出来一下吗？我确定鲨鱼宝宝就在附近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放松尾巴。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我能轻松地找到鲨鱼宝宝，在这里对吧？哦。原来是一只黄色的鸭子。我找到你了，鲨鱼宝宝。爸爸，我不想洗脸。但洗脸真的很清爽，我来帮你吧。洗洗脸，嘟噜噜嘟噜，用肥皂，嘟噜噜嘟噜，干干净净，嘟噜噜嘟噜，洗洗脸。哇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鲨鱼宝宝感觉如何？很清爽吧？是的，我变得更漂亮了。但你身上有一堆污垢呢，是不是也该洗个澡了呢？我真的不喜欢洗澡。哦，天哪！对不起，爷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鲨鱼宝宝，你的身上真的很脏，你一进来，水就变得很浑浊，用肥皂洗洗身体好不好呢？我不喜欢洗澡。鲨鱼宝宝，跟着我来。我们在哪里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在浴缸里。哦，这是我弄丢的洗浴球。鲨鱼宝宝，让我们来用肥皂洗刷身体吧。洗洗澡，嘟噜噜嘟噜，用肥皂，嘟噜噜嘟噜，干干净净，嘟噜噜嘟噜，洗洗澡。呜呼，嘿嘿嘿嘿嘿嘿。鲨鱼宝宝，你看起来干净多了。是啊，我感觉好清爽。这真好玩。哦不，鲨鱼宝宝，我觉得你也需要刷牙了。我们游过去吧。鲨鱼奶奶，鲨鱼宝宝在这里。鲨鱼奶奶去哪儿了？让我们一起找鲨鱼奶奶吧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伸伸尾巴。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我在这里。啊，在哪里？我看不到你。我在这里。哦吼吼吼。奶奶，你去哪里了？亲爱的，这是什么装扮？
我变成了牙仙子。哼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鲨鱼宝宝，你来刷牙了吗？奶奶，我真的需要刷牙吗？当然，鲨鱼宝宝，看这里，用牙刷来刷刷牙齿，把细菌都刷走，然后我们的牙齿会更强壮，更漂亮，你明白吗？我们一起刷牙怎么样？刷刷牙，嘟嘟嘟嘟嘟，用牙刷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刷刷牙。哇哦！哇哦，鲨鱼宝宝，你看起来好干净。真的吗？啊，好清爽。洗洗手，嘟嘟嘟嘟嘟，用肥皂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手。洗洗脸，嘟嘟嘟嘟嘟，用肥皂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脸。洗洗澡，嘟嘟嘟嘟嘟，用肥皂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澡。刷刷牙，嘟嘟嘟嘟嘟，用牙刷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刷刷牙。哇，好闪亮，好干净！鲨鱼宝宝，你看起来干净多了。现在可以吃饼干了，因为你的手很干净。耶！我要吃一块美味的饼干，然后等等再刷一次牙。怎么回事？快来洗澡吧！淋湿你的身体，淋湿你的头发。身体，冲洗你的头发，哗啦哗啦，真好玩。第一步淋湿，淋湿淋湿淋湿。第二步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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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三步冲水，冲水冲水冲水。哈啾，别忘了把脸洗干净。洗澡洗澡真好玩。是万圣节，碰碰狐要和鲨鱼一家举办万圣节派对。碰碰狐潜入海底游啊游，但是却不见鲨鱼一家的身影。哎，都跑去哪里了？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呢？哇哈哈，你在找鲨鱼一家吗？但很可惜，我已经施了魔法，把鲨鱼一家都关在万圣节城堡里了。你去找看看他们在哪吧。如果你找得到的话，我就把鲨鱼一家放出来，并且给你宝石。但如果你找不到，我也会把你关进城堡里。救命啊，碰碰狐！小朋友救救我们！哇，好可怕呀！怎么办呢？太可怕了！小朋友们，我们和碰碰狐一起努力拯救鲨鱼一家吧！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爸爸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尾巴的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尾巴的鲨鱼爸爸。咦，这是鲨鱼爸爸吗？
你好，碰碰虎。你好，小朋友们。竟然敢惹吸血鬼，再胡闹的话，我就惩罚你们。天啊，原来是吸血鬼呀、啊！小朋友们，我们再找找看鲨鱼爸爸在哪吧。鲨鱼爸爸，赶快出来呀、啊！嘟嘟，我不是鲨鱼爸爸啦，原来是小丑啊。那这是鲨鱼爸爸吗？咻！没错，我就是鲨鱼爸爸。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找到我。万圣节，嘟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爸爸，嘣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接着，我们来找找鲨鱼妈妈吧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粉红尾巴的鲨鱼妈妈。这里有粉红色的尾巴，我猜应该就是鲨鱼妈妈。比伯，上当喽！哦，原来是蝙蝠啊！那再找找看鲨鱼妈妈在哪吧。这里有粉红色的尾巴，也有粉红色和黄色纹路的尾巴，到底哪只才是鲨鱼妈妈呢？这里，让我们来看看吧。请问你是鲨鱼妈妈吗？哦，被关在这里好闷啊！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找到我。万圣节，嘟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妈妈，嘣！这是谁的尾巴呢？哦，是糖果呢，哟，那颗糖果是我的啊，是骷髅袜，快逃！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奶奶吧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举尾巴的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举尾巴的鲨鱼奶奶。找到鲨鱼奶奶了，太好了，我这无聊呢，要不要来点好玩的呀？啊，碰碰虎变成骷髅碰碰虎啦，碰碰虎你还好吗？我们赶快找到鲨鱼奶奶，请她帮帮忙。橘色尾巴的鲨鱼奶奶在这里，你找到我了，太棒了！别担心，碰碰虎，我帮你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哇，碰碰虎变回来了，鲨鱼奶奶，谢谢你，我才要谢谢你呢！呵呵呵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爷爷吧。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绿尾巴的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绿尾巴的鲨鱼爷爷。哦，有个东西在动呢，是谁呢？哎，不给糖就捣蛋，你们要吃糖果吗？哇，是糖果耶，海盗船长，谢谢你。鲨鱼爷爷在哪呢？我看到绿色尾巴了，这是鲨鱼爷爷的尾巴吗？我是科学怪人碰碰虎，你后面有僵尸。什么僵尸在哪？啊，好可怕呀。我们快点去找鲨鱼爷爷吧，鲨鱼爷爷在
这里。哟，小朋友们，来到这里，你们应该也很害怕吧？谢谢你们。万圣节，嘟嘟噜，嘟嘟嘟，鲨鱼爷爷，嘣！最后我们要找什么呢？小朋友们快来找我啊！我好害怕。我们赶快找找鲨鱼宝宝吧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红尾巴的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黄尾巴的鲨鱼宝宝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看到吗？那里有两只鲨鱼宝宝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看，谁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呢？我是真正的鲨鱼宝宝。不，我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谁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呢？没错，我们可以来看看尾巴。鲨鱼宝宝的尾巴是黄色的。耶、yeah! ！我们找到真正的鲨鱼宝宝了。我的朋友们最棒了。哦，我以为能骗过你们。鲨鱼奶奶、鲨鱼爷爷、鲨鱼宝宝、鲨鱼妈妈、鲨鱼爸爸，我们找到鲨鱼一家了！小朋友们最棒了！吼吼，碰碰虎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厉害呀！我会照约定把鲨鱼一家放出来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享受万圣节派对吧！哇，太棒了！圣诞歌曲。圣诞节即将来临了，大家看起来都好兴奋呢。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安静点。除了贪婪的史克鲁奇先生以外，哼，圣诞节有什么意义呢？哦，赚钱的夜晚，哦，数钱的夜晚。就在圣诞夜那一天，是谁在那里？嗨，我是从过去来的圣诞幽灵。我来这里是想跟您看一些事情，史克鲁奇。圣诞幽灵指着小史克鲁奇独自读书的样子。什么？等等，那是我吗？爸爸妈妈，不要走。史克鲁奇，史克鲁奇，总是孤零零的，即使在快乐圣诞节。大家都聚在一起，唱着圣诞歌曲。史克鲁奇，我总是一个人。
每个圣诞节我都孤单一个人，我受不了这样，请停下来。当史克鲁奇尖叫时，一切都消失了。哎呦，怎么进不去呢？你是谁？我是圣诞幽灵，我来给你看看圣诞的快乐。现在紧紧抓住哦！史克鲁奇和圣诞幽灵来到了一个贫穷的家庭里，桌子上没有特别的大餐，但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快乐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！ Oh yeah！ 快乐圣诞铃声响，在大街小巷。嘿、hey ！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！快乐圣诞铃声响，大家一起唱。他们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开心？他们那么贫穷？那是因为现在是圣诞节。你又是谁？我是从未来来的圣诞幽灵，跟着我来吧。不，又来了！史克鲁奇和圣诞幽灵来到一个葬礼现场。我就知道事情会变这样的。拥有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？没有人来尊敬那个吝啬的史克鲁奇。为什么没有人来参加我的葬礼，也没有人为我哭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只关心你自己。不，我不能接受，请给我改变未来的机会。圣诞早晨终于来临了。哦，我还活着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多多帮助别人，关心别人。圣诞快乐！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好的，大家，今晚我将在家里举办一个圣诞派对，并为大家准备了礼物，哈哈哈哈！哇，圣诞派对，耶、yeah, ！我好期待，请大家都来参加，哈哈哈哈！那天晚上，大家都去参加了史克鲁奇的圣诞派对。从那时起，史克鲁奇成为了这个城市中最受喜爱的人。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新年。我的生日派对，但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还没来呢？大家都说他们会来的。我想我要自己来玩字母拼图了。哦不，我的字母飘走了！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去找回我的字母吧。你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些字母呢？看看那边的托盘吧，也许他们会和蛋糕装饰在一起。哦，我们去看看托盘吧。只看到一些贝壳和海星呢，字母在哪里呢？啊哈，我找到了，字母 A、B。我想字母 D 一定就在这附近。哇，我找到了，字母 D 在甜甜圈上，让我们把这些字母放到拼图上吧。 A B C D， 哇，我们找到了，接下来我们再去客厅找找吧。哇，我找到了，字母一。
下一个字母是 G， 你能看到它在哪里吗？我没有看到它。哦，这是谁的尾巴？哦，鲨鱼宝宝，字母 G 在这里，是鲨鱼奶奶给你的。哇，我找到了！谢谢你，鲨鱼奶奶。嗯，下一个字母是 H， 但我觉得它不在这里，我得去其他地方找找看。鲨鱼宝宝，如果你能正确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给你字母 H。 House 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？另一个和 House 相同意思的词，嗯，哦，我知道了， H-O-M-E 家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太棒了，鲨鱼宝宝你好聪明，给你字母 H 吧。哇哦，谢谢妈妈。朋友们，我们回去把这些字母放在正确的位置吧。 E F G H， 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哪里呢？没错，我们去我的房间吧。现在我们需要找到 I J K L。哦，我看不到任何字母。哦，这是谁的尾巴呢？一条绿色的鲨鱼尾巴。嘿嘿嘿嘿，是我，鲨鱼爷爷。鲨鱼宝宝，我准备了一些冰淇淋给你和你的朋友们，你们想吃吃看吗？我想吃。哦，是字母 I， 它在冰淇淋的上面。哦，鲨鱼宝宝，那边在跳跃的是什么呢？嗯，啊哈，是字母 J， 字母 J 在跳跃。现在字母 K 和 L 在哪里呢？嗯，娃娃们，你们有看到字母 K 和 L 吗？哇，我们找到了！无尾熊娃娃给了我字母 K， 狮子娃娃给了我字母 L， 太有趣了 ！I J K L。我们还没检查过浴室，我确定浴室里一定也有字母。哦，我已经找到一个字母 M， 接下来我们要找字母 N。 嗯，它会在哪里呢？哦，字母 N 从报纸上掉下来了，但是报纸后面是谁呢？哦不，嗯，有人放屁然后跑掉了。让我们先找字母 O。 嗯，它会在哪里呢？哇哦，在这里，字母 O。 我们把它放到拼图板上吧。听起来像是我的朋友们，一起去看看吧。哦，一条尾巴，这是谁的尾巴呢？到了，吓到你了吗？我是鲨鱼宝宝的哥哥，鲨鱼哥哥。我是鲨鱼宝宝的姐姐，鲨鱼姐姐。我是鲨鱼宝宝最好的朋友，威廉。鲨鱼哥哥，鲨鱼姐姐，威廉，我以为你们忘了我的生日呢。嗯，
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呢？鲨鱼宝宝，你怎么不捡起那个字母 P 呢？哇，我找到了字母 P， 但这是什么？这叫做皮纳塔，如果你用棍子打破它，就会有一个惊喜出现哦。哈哇哦，有好多好吃的糖果，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些字母 Q R S， 我们一起吃糖果吧。鲨鱼宝宝，我想我们的下方有一些字母呢。哦，那是什么呢？哇，是气球，那里面还有一些字母。我们去戳破气球，把字母拿出来吧。一，字母 T， 然后是字母 U。最后是字母 V 哦，鲨鱼宝宝，还有一些朋友躲在这里。你说的对，我找到你们了，朋友们。生日快乐，鲨鱼宝宝！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，现在让我们去开派对吧。耶！Q R S T U V， 大家都到了，我们开始欢乐派对吧！生日快乐，鲨鱼宝宝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耶！鲨鱼宝宝生日快乐！真是太感谢大家了！鲨鱼宝宝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礼物，你想要打开它们吗？当然要。WXYZ， 哇，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字母。哇，这是我想要的游戏机呢，太谢谢你们了。每天都是圣诞节，朋友们，看看我的礼物！哇吼，我太兴奋了！经过长久的等待，大家最喜欢的圣诞节终于来临了。我好喜欢圣诞节，希望每天都是圣诞节呢。是的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圣诞节只有一天，真的太短了。如果每天都是圣诞节，那一定很棒。嘿，到处都是你。到处都是礼物，如果每天都是圣诞节，那一定很棒。那天晚上，鲨鱼宝宝写了一封信给圣诞仙子。亲爱的圣诞仙子，我希望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圣诞节，我衷心的希望。哦，哈，圣诞节是昨天啊，为什么他们还在唱圣诞歌曲呢？你在说什么呢？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每天都是圣诞节吗？看看这个，他们看起来非常兴奋，挥舞着手上的圣诞礼物。哇哦，圣诞仙子真的实现了我的愿望。孩子们每天都可以收到新的礼物，随时吃美味的糖果，毕竟每天都是圣诞节。
过了好几天，鲨鱼宝宝和朋友们开始厌倦每天都过圣诞节了。够了，请停止吧！我的牙齿都因为那些糖果而烂掉了，快看它们！哦，我觉得我吃太多了。每天都是圣诞节，何时会结束？到处都是礼物，又来了，派对永不停。停止吧！每天都是圣诞节，何时会结束？都是我的错。哦，圣诞仙子，我想我犯了个错误。请停止这永不停止的圣诞节。那天晚上，圣诞仙子出现在鲨鱼宝宝的面前。亲爱的鲨鱼宝宝，哇哦，圣诞仙子，你喜欢每天都过圣诞节吗？不，我不想要更多的糖果和礼物，我只想要圣诞节结束，就是现在。看来鲨鱼宝宝从这次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呢。当鲨鱼宝宝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不再是圣诞节了。耶！不再是圣诞节了。嘿，今天是几号？今天是12月26号。所以现在不再是圣诞节了，对吧？圣诞节是昨天，鲨鱼宝宝。耶！圣诞节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鲨鱼宝宝笑嘻嘻地回忆着发生的一切，他终于明白，快乐的圣诞节只要一天就足够了。今天碰碰狐要跟鲨鱼一家一起玩。碰碰狐游进海里，怎么没有看到鲨鱼一家呢？嗯，大家都去哪里了？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大家都在哪里呢？哦，鲨鱼宝宝留了纸条给碰碰狐。碰碰狐，我们在玩躲猫猫呢，快来找我们吧。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一家吧。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爸爸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哦，那是鲨鱼爸爸吗？不是啦，我是海狮呢。你要听听看我的小提琴演奏吗？那是鲨鱼爸爸吗？碰碰狐，你好啊，要跟我一起玩吗？这是海豚。那继续来找找鲨鱼爸爸吧。哦，鲨鱼爸爸在这里。答对了，我就是鲨鱼爸爸。鲨鱼爸爸，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爸爸。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妈妈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粉红尾巴，鲨鱼妈妈，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哦，原来是碰碰狐啊，我还以为是王子呢。美人鱼真不好意思。我们继续来找找鲨鱼妈妈吧。这是鲨鱼妈妈吗？碰碰狐好棒哦，你找到我了。鲨鱼妈妈，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妈妈。这里还有一只粉红尾巴，是谁呢？哦，好可惜，我还以为可以骗到你呢。哼，原来是海星，
我才不会上当呢。接下来来找找鲨鱼奶奶吧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橘色尾巴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一起来找找吧。这里有两只尾巴，一只尾巴分两条，另一只尾巴分三条呢。哪一只是鲨鱼奶奶呢？嗯，这只尾巴是鲨鱼奶奶的尾巴吧。碰碰狐，你找到我了，好棒啊！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。那这是谁的尾巴呢？是我呢，龙虾。接下来来找找鲨鱼爷爷吧。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绿色尾巴，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一起来找找吧。我找到鲨鱼爷爷了。你竟敢惹我，我要对你下毒。天哪，水母要对我下毒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喂，水母，你想做什么？没事啦。哇，鲨鱼爷爷救了我们。谢谢你，鲨鱼爷爷。别客气，这是应该的啦。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。接下来我们要找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黄色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一起来找找吧。你在这里吗？怎么都不在呢？还是在这里吗？这里也没有呢。鲨鱼宝宝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在这里吗？耶，我找到鲨鱼宝宝了。哎呦，好可惜啊，我以为我躲得很好呢。鲨鱼宝宝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鲨鱼妈妈，鲨鱼奶奶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爷爷，鲨鱼一家都找到了。碰碰狐好棒啊，我们开始来举办派对吧。朋友们，今天是可怕的万圣节，鲨鱼宝宝找到了一个超大的镜子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啊，镜子里面不是黄色的鲨鱼宝宝，而是幽灵鲨鱼宝宝。幽灵鲨鱼宝宝从镜子里出来了，我们快逃吧，鲨鱼宝宝！哦，幽灵鲨鱼宝宝带来了一些礼物。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吧，就从这个开始。鲨鱼宝宝变身成了巫师。哇，是扫把，我们骑着扫把飞上天空吧。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。你在嘲笑我吗？
Yep! 哼，你别想再嘲笑我了！要打开下一个盒子了吗？让我们打开看看吧。这次鲨鱼宝宝变身成了骷髅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。哦，是另外一只骷髅鲨鱼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哇哦，是一只看起来很好吃的骷髅鲨鱼。啊，救命啊！真是太可怕了，你没事吧，鲨鱼宝宝？要打开第三个盒子了吗？你确定吗，鲨鱼宝宝？哇哦，是一只牙齿锋利的吸血鬼鲨鱼，快看它那件华丽的斗篷。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。哇，这一定是吸血鬼的城堡。哈哈哈哈哈！很高兴见到你，鲨鱼宝宝。你愿意和我一起享用晚餐吗？有一点点害怕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你，吸血鬼先生。拒绝我？我不能接受被拒绝。快来吧。哦不，拜托，请放开鲨鱼宝宝吧。哦。不要走，鲨鱼宝宝！哇，太好了，鲨鱼宝宝，你想到用牙齿咬它的办法真是太聪明了，你真的把吸血鬼先生吓跑了。不过第四个盒子去哪里了呢？那是什么？是一群僵尸，快跑呀，鲨鱼宝宝！哦不！哦，鲨鱼宝宝变身成僵尸了。鲨鱼宝宝，你还好吗？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。巫师鲨鱼、骷髅鲨鱼、吸血鬼鲨鱼、僵尸鲨鱼，哪一个最吓人呢？幽灵鲨鱼宝宝，你回来了，你还好吗？鲨鱼宝宝终于变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今天碰碰狐要将美味的饼干带给鲨鱼家族。碰碰狐游入海里，咦，怎么都看不到鲨鱼一家呢？大家都去哪里了？碰碰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迟到了，但该怎么办呢？鲨鱼妈妈、爸爸和宝宝都还在厕所里呢。他们被困在厕所里，因为没有卫生纸。碰碰狐，你可以带一点卫生纸给他们吗？小朋友们，我们跟碰碰狐一起带卫生纸给他们吧。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妈妈吧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放放尾巴，
鲨鱼妈妈，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这条粉红尾巴是鲨鱼妈妈吗？胖胖虎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你在排队等厕所吗？如果你很急的话，可以先去哦。哦，是美人鱼耶，没关系，谢谢你。啊，我刚刚在这里好像听到了一个放屁的声音，会是谁呢？如果你需要使用厕所，可能要再等一下哦。哦，好臭！好的，乌龟。嗯，这是鲨鱼妈妈吗？是的，是我呢，鲨鱼妈妈。小朋友们，可以给我粉红色的卫生纸吗？哦，谢谢，小朋友们。我上完厕所后都擦干净咯。好棒啊，小朋友们。鲨鱼妈妈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？记得要洗手呢，鲨鱼妈妈。洗干净，嘟噜噜嘟噜，洗洗手。哇哦！下一个来找找鲨鱼爸爸吧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我找到了蓝色尾巴，是鲨鱼爸爸吗？我不是鲨鱼爸爸呢，我是蓝色的鲸鱼妈妈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鲸鱼妈妈。那边有两个蓝色尾巴，哪一只是鲨鱼爸爸呢？这里吗？我们一起来叫叫鲨鱼爸爸吧。鲨鱼爸爸，你在这里吗？是的，小朋友们，现在可以给我蓝色的卫生纸了吗？哦，我上完厕所后都擦干净了，谢谢小朋友们。记得要洗手呢，鲨鱼爸爸。洗干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手。哇哦！最后，我们来找找鲨鱼宝宝吧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黄色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？找找吧。哦，这里一定是鲨鱼宝宝。呱呱，泡泡虎，我的肚子好痛，等等再跟你聊哦。呱呱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其中一个一定是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有可怕又尖尖的牙齿。小朋友们，哪一只是鲨鱼宝宝呢？找到鲨鱼宝宝了！终于找到我了，小朋友们，谢谢！嘿嘿，我是黄色海豚呢。小朋友们，可以给我黄色的卫生纸吗？谢谢小朋友们。我上完厕所后都擦干净了，我们快回家吧。记得要洗手呢。洗干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手。哇哦！鲨鱼妈妈、鲨鱼爸爸、鲨鱼宝宝都把手洗干净了。哇，好干净！胖胖虎，小朋友们，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能从洗手间出来。谢谢碰碰虎，谢谢小朋友们。小朋友们想要上厕所时不要憋着，要马上就去哦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吃美味的饼干吧。碰碰虎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呢。碰碰虎，你还好吗？今天是圣诞节。碰碰虎打算和鲨鱼一家举办圣诞派对。碰碰虎游入海里，大
但是却不见鲨鱼一家的身影。咦，大家都去哪里了呢？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碰碰狐，我们一家外出准备今晚的圣诞派对需要的东西时，我和我的家人们都迷路了，你可以帮帮我们吗？我们必须找到鲨鱼一家才能举办圣诞派对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帮帮碰碰狐找找鲨鱼家族吗？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爸爸吧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这是鲨鱼爸爸吗？科科科，圣诞快乐，科科，给我核桃，给我核桃。这不是鲨鱼爸爸，他是胡桃前士兵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再找找看鲨鱼爸爸在哪里吧。鲨鱼爸爸，你在这里吗？呵呵呵，圣诞快乐！哦，圣诞老公公。哦，不，我穿错衣服了。这样才对，哈哈哈！我要去送礼物喽，哈哈哈！啊，那也不是鲨鱼爸爸。这会是鲨鱼爸爸吗？没错，哈哈哈哈！我就是鲨鱼爸爸。谢谢你们找到我。我先去准备圣诞派对咯，哈哈哈哈！圣诞节，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爸爸，哈哈哈哈！接着，我们来找找鲨鱼妈妈吧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粉红尾巴，鲨鱼妈妈，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嘿，我看到粉红色的尾巴了，我猜应该是鲨鱼妈妈吧。圣诞快乐！我们是鱼鱼合唱团，快乐！哇，他们好会唱歌哦！我们再找找看鲨鱼妈妈吧。这里有圆圆的尾巴跟尖尖的尾巴，哪个才是鲨鱼妈妈的尾巴呢？是这个吗？我们一起来叫鲨鱼妈妈吧。请问是鲨鱼妈妈吗？哦，为了准备圣诞派对，我大老远跑来这里，谢谢你们找到我，我也要赶回去准备派对咯。圣诞节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这是谁的尾巴呢？哦，这是鲶鱼。碰碰狐，听说你们要举办圣诞派对，我可以一起参加吗？当然可以呀，人越多越热闹嘛，待会派对上见咯。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奶奶吧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橘色尾巴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我找到鲨鱼奶奶了。
我不是鲨鱼，圣诞老公公，你在哪呢？啊，我还以为我猜对了呢。我们再来找找看吧。橘色尾巴的鲨鱼奶奶在这里。你们找到我了，太厉害了！哇，我们找到鲨鱼奶奶了，还有好看的圣诞袜呢。那我要赶快去圣诞派对挂上这些圣诞袜了。圣诞节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。现在我们来找找鲨鱼爷爷吧。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绿色尾巴，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啊，那条绿色尾巴一定就是鲨鱼爷爷了。鲨鱼爷爷，出来吧。圣诞快乐，我是准备圣诞礼物的圣诞精灵，我很忙，圣诞礼物非常忙，圣诞礼物。哇，圣诞礼物。我们再找找鲨鱼爷爷吧。绿色尾巴，这次应该是鲨鱼爷爷吧。这是哪？我记得我是在去鲨鱼家族派对的路上啊。哦，垂头鲨，去派对的路是往这边。好像有很多朋友会一起来参加派对，一定会很热闹。我们再来找找鲨鱼爷爷吧。鲨鱼爷爷在这里。哦，我原本在追姜饼人，没想到就跑到这里了。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找到我，圣诞派对上见咯。圣诞节，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爷爷。那么现在剩下谁还没找到呢？鲨鱼宝宝。我猜鲨鱼宝宝就在这些箱子其中的一个里面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黄色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能猜到鲨鱼宝宝躲在哪里吗？我们来拆看看左边的礼物盒吧。鲨鱼宝宝，你在里面吗？这不是鲨鱼宝宝，这是河豚。我们再仔细看一下。我们找的鲨鱼宝宝有黄色尖尖的尾巴。我们来看看中间的礼物盒吧。嘿嘿，你们找到我啦！其实我正要准备一个礼物给你们呢。那个礼物就是我。我会成为你们最好的朋友。圣诞节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。哇，鲨鱼爷爷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宝宝，
鲨鱼妈妈，鲨鱼爸爸，我们找到鲨鱼一家了，大家实在是太棒了！碰碰狐和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找到我们，我们一起开始进行圣诞派对吧！耶！圣诞快乐！我打扮成万圣节的僵尸鲨鱼，你喜欢吗？我们现在就去找我们的万圣节朋友吧。哦，你好，鲨鱼宝宝，正好遇见你。你能照顾一下这个小宝宝吗？我要去附近执行重要的任务。你好，鲨鱼公车，交给我吧，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哦。你好，小宝宝。你比我还小呢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别哭，我可以做些什么呢？啊，我想到了，我唱躲猫猫的歌给你听吧。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在这里，找到了！啊！哇，小宝宝不哭了呢。小宝宝，我们一起去散步吧。哇哈哈哈哈哈！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吸血鬼。哈哈哈哈哈！哦哦，小宝宝一定很害怕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知道了，吸血鬼，你可以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？可怕的吸血鬼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。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在这里，哦，找到了！小宝宝，你一定饿了，我会为你调配牛奶的。让我来调配小宝宝牛奶。小宝宝饿了，谢谢你，吸血鬼。我们现在出发去别的地方吧。嗯，我最喜欢吓人的万圣节了。小宝宝，女巫，你可以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？咯咯笑的女巫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在这里，找到了。我闻到便便的味道，我想你需要换尿布了，小宝宝。把便便的尿布丢进垃圾桶里，再把新的尿布折好，然后给小宝宝穿，呵呵。呵呵，谢谢你，女巫，我们要出发了。
走吧，小宝宝。我们是僵尸鲨鱼家族，我们可怕吗？咦，小宝宝？哦，鲨鱼公车，请我照顾一下小宝宝。别哭，小宝宝，我们来为你唱一首躲猫猫的歌。僵尸鲨鱼，僵尸鲨鱼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在这里，找到了。哇哦，好可爱哦。哦，你们好，谢谢大家把小宝宝照顾得这么好。我们回家吧。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